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源频道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千万注意，明年二零二五青蛇年非同一般，很危险。这四个生肖简直倒了血霉了，出门在外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哪些人蛇年很倒霉？以及二零二五年犯太岁的生肖，还有很多朋友关心。二零二五年对于蛇年出生的人来说。 会不会是运势改变的一年呢？这些问题我们都会一一解答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好的规避风险，把握机会。愿大家都能逢凶化吉，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天。随着二零二五年的脚步逐渐临近，许多人开始关注在新的一年里的运势如何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。 生肖与流年运势息息相关，每个生肖在不同的年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大家对此不要不当回事，否则可能会让人生遇到很多障碍。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，二零二五流年不利的属相，二零二五年最倒霉的四大生肖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二零二五年最倒霉的四大生肖。 所谓倒霉，不仅仅是指财运不佳，还有可能涉及健康、事业、感情等方面的运势低迷。因此，这些生肖的朋友们，在二零二五年要特别小心，注意规避风险。一生肖猴属猴的朋友们，在二零二五年也要特别小心，这一年里你们的运势可能会比较低迷。 尤其是在感情和人际关系方面，单身的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烂桃花，而已婚的朋友可能会因为琐事与伴侣发生争执。事业上，属猴的朋友们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，建议适当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财运方面，尽量避免大额投资，保持稳健的理财策略。 二生肖虎，二零二五年对于属虎的朋友来说，可能会是一个挑战重重的年份。在事业上，你们可能会遇到不少阻碍，尤其是与上司和同事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紧张。建议属虎的朋友们在二零二五年保持低调，尽量避免与人发生冲突。财运方面，投资需要谨慎。 避免冒险性的决策。健康方面，压力过大可能导致一些健康问题，要注意调节心情，多做运动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三生肖蛇，总体来看，二零二五年对于属蛇的朋友来说，确实充满了变数。你们在这一年里可能会经历一些重大的转变，特别是在。 事业和人际关系方面，属蛇的朋友们需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心态调整，积极应对变化，避免因心情低落而影响工作和生活。四生肖猪，二零二五年对于属猪的朋友来说，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年份，事业上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，感觉难以突破。 建议属猪的朋友们，在这一年里多学习新知识，提升自己的技能，以应对未来的挑战。财运方面要特别注意节省开支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。健康方面建议定期体检，注意饮食和作息，保持身体的健康。二零二五最倒霉、犯太岁严重的生肖犯太岁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。 重要概念，它指的是每个人在出生时所属的生肖与当年的太岁相冲，会带来不利的影响。而在十二各生肖中，二零二五犯太岁最严重的是属牛、兔、蛇、马、猪的人。一牛属于土象生肖，而太岁所在的方位是属于金象的土克金，因此牛在犯太岁的年份中。 容易受到金的克制，运势不佳。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象征之一，代表住勤劳、耐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。然而，在犯太岁的年份中，牛的运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可能会遭遇到各种不幸的事情，比如财运不佳、健康问题、家庭矛盾等等。二兔。 兔子是一个温和善良的生肖，但是在犯太岁的时候，它们可能会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，比如说可能会遭遇健康问题、财务问题、家庭问题等等。这些问题可能会给兔子带来很大的困扰和痛苦，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。三蛇在所有生肖中，蛇被认为是犯太岁。 最严重的一个，这是因为蛇属于阴性生肖，而太岁则是阳性的，两者相冲会导致能量的不平衡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。据传统文化中的说法，蛇犯太岁会导致身体不适、财运不佳、事业不顺等问题，甚至会遭遇意外和灾难。四马对于马这个生肖来说，由于其。 与太岁星座的相克关系，犯太岁的影响更加严重。因此，马这个生肖的人，在犯太岁的时候，需要格外小心，以免遭受不幸。避免犯太岁，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行为习惯。只有积极向上、诚实守信、勤奋努力，才能够避免犯太岁的影响。 走向幸福美满的人生。五猪犯太岁对于猪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在犯太岁的一年里，猪的运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不仅会遭遇各种不顺，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。因此，对于属猪的人来说，犯太岁是一件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。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。 来避免或化解其不利影响，希望属猪的朋友们能够在犯太岁的一年里平安顺遂，迎接更好的未来。那么，如何避免犯太岁呢？曾是强教授，有人犯太岁怎么办？教你一招，逢凶化吉。有人问了，既然犯太岁这么可怕，那我岂不是得小心翼翼的过这一年？ 其实大可不必，咱们得知道这些说法，都是基于一种命运论的思想，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天定的，没法改变。但曾仕强教授就告诉我们，命运其实是可以改变的，关键看咱们自己怎么去做。那怎么办呢？别急，我这就给大家支个招。曾仕强教授说呀，要想逢凶化吉。 首先得有个好心态，咱们得明白，生活中总会有些不如意的事儿，但关键看咱们怎么去面对。如果你整天愁眉苦脸、怨天尤人，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相反，如果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那就会发现，原来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，其实也没那么难。其次，咱们得学会调整。 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比如说你得保证充足的睡眠，饮食也得规律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只有把身体养好了，才能有精力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还有，别忘了多运动、多锻炼，这样不仅能保持身体健康，还能让心情变得更舒畅。再有，咱们得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。 有时候咱们遇到些不开心的事儿，就会情绪失控，大发脾气。但这样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咱们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别让负面情绪影响自己的判断和行为。当你觉得情绪不对时，不妨试试深呼吸术，或者找个朋友倾诉一下。当然了，除了以上这些。 咱们还得学会与人相处，人际关系可是个大学问。咱们得学会尊重别人，理解别人，包容别人，这样你的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和谐，你的生活中也会充满更多的阳光和正能量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咱们得相信自己。曾世强教授说：“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” 咱们得相信自己，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所以，当你遇到困难和挑战时，别轻易放弃，别灰心丧气。你得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困难，迎来胜利。明年意外之财不断的四大生肖，二零二五年你的运势如何？你是否曾梦想过有一天会突然得到意外之财？ 古语有云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”但在即将到来的二零二五年，有些生肖却将迎来财运的高峰，仿佛天降甘霖，滋润住他们的钱包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哪些生肖将在来年遇到横财就手的好运气吧！生肖属财源广进、机遇连连，属鼠的朋友们。 二零二五年将是你们的幸运年，天干地支相生，五行相助，为你们带来了难得的财运高峰。你们机敏灵活的特质将在这一年得到充分发挥，仿佛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术师。不经意间，你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投资回报，或是在街头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友。 带来惊人的商机。记住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保持敏锐的嗅觉，随时准备，把握稍纵即逝的良机。别忘了，中国的传统智慧家和万事兴，在享受财运的同时，也要注意与家人分享喜悦，共同规划未来。这样不仅能增进感情，还能让你的好运持续更久。 生肖兔跃跃欲试，好运连连。温柔可爱的兔子朋友们，二零二五年将是你们展现才华的舞台。古代星象学中有言：“玉兔呈祥，金银满仓。”这一年，你们的温和性格将成为吸引财富的磁石。也许你会在一次普通的聚会中结识贵人，为你打开新的事业大门。 或是你多年来默默坚持的副业，突然迎来爆发性增长。记住，机会总是青睐那些勤奋且善良的人。中国古语说：“静水流深。”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财运时，保持冷静和谦逊的态度很重要。适当的回报社会，不仅能让你的好运持续，还能收获更多的人生价值。 生肖龙腾云驾雾，财运亨通，威风凛凛的龙族们，二零二五年将是你们展翅高飞的时刻。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龙象征祝吉祥和权威。这一年，你们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将得到充分发挥。可能你会在工作中获得意外的大额奖金，或是你多年来潜心研究的专案。 终于获得重大突破，别忘了，成功往往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。你的付出终于在这一年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古语有云：“水到渠成。”在享受成功的同时，别忘了感恩那些一路上支持你的人，与身边的人分享你的喜悦，不仅能让你的快乐加倍，还能为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。 生肖猴，灵巧多变，横财就手，调皮可爱的猴子朋友们，二零二五年将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。中国古代星象学认为，猴年出生的人天生聪明伶俐，善于把握机会。这一年，你们的这些特质将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或许你会在一次随意的闲逛中。 发现隐藏的商机，又或是你的创意想法突然受到投资人的青睐。记住，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敢想敢做的人。大胆尝试新事物，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中国有句俗语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在面对困难时，不要轻易放弃，因为转机可能就在。 下一个转角等住你，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好运自然会眷顾你。回首二零二五年，你会发现这一年是如此特别。无论你是否属于这四大生肖，记住，财富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满足和对生活的热爱。保持谦逊感恩的心态。 相信美好的事情终会发生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充满希望和机遇的二零二五年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志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。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谚语说运势来临。 挡也挡不住，仿佛命运女神敲开了幸运之门，让某些生肖的好运瞬间点燃，钱财如同泉涌，赚钱运势则是花开遍地。这不仅仅是偶然的恩赐，更像是命中注定的好运，躲都躲不开。六大生肖不要再躲了，终于轮到你，天降横财一个亿，翻身做主。 不再看别人脸色，一生笑虎，生笑虎聪慧机灵，为人圆滑，贵人遍地，得到伯乐的赏识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他们才高八斗，财富翻倍，顺风顺水，代息天降，横财不断，财运翻天，吉星加持，事业突飞猛进，前途无量，财通八达。 虎年生肖的朋友们，好运来得如此突然，让人措手不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仿佛被施了魔法，整个人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。在财务上，各种机会层出不穷，似乎真的有金钱从天而降。在职场上，你们的创意和才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示，领导对你们赞誉有加。 不用惊讶，晋升加薪指日可待。投资理财方面，你们的直觉非常敏锐，常常能够抓住最佳时机，横财傍身，大富特富。他们的运势是红红火火，有财神降临，家中横财一堆堆，喜事一桩桩，口袋满满都是钞票，心情大好。同时，他们命中还有福星入命。 万事都能大吉大利，事业也发展得一帆风顺，再上一个新台阶，基本上没有大风大浪出现，运势不错。总之，如果每项事情都能够格外的尽心尽力，就有望正财横财，一起望咸鱼，大翻身变富翁。二龙生肖龙的朋友，特别自信、热情、大方，他们充满活力。 龙的财路之路将会一帆风顺，得了大奖就发大财，横财进家门。他们做事的时候，从来不会寻求帮助，与朋友交流，去其他地方，与他们的事业一起努力。你很快就会取得进步，你越积极进取，你就越接近成功。生肖龙，你们有助宏伟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。 对待事业兢兢业业，你们将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好运。紫薇星光闪耀在你们的命中，仿佛青橄榄树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每一片绿叶都焕发生机。属龙朋友七月带来运势高涨，财富疯狂涌进门。建议多增强社交互动，促进合作，那么你们的事业如日中天，收入翻倍。 将有望财务的成功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，日子更加精彩快乐。龙年出生的人，天生就有上天的眷顾，财力雄厚，意志力强，有毅力。肖龙人不仅有了好的财运，还会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不缺财富和钱。到那时，肖龙者就发大财了。只要属龙的人抓住好运气。 不管他们做什么，他们都会特别顺利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要他们愿意赚钱，他们就能赚很多钱。他们注定会出名和富有。龙年生肖的朋友们，准备好迎接惊喜了吗？从七月八号起，你们的运势如同坐上火箭，一飞冲天。在财运方面，仿佛打开了聚宝盆。 财富源源不断涌来，你们的社交能力在这期间将达到高峰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结交贵人，这些人际关系将为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机会。三生肖狗，金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，而生肖狗将会迎来一笔财务上的好运，也许你会收到一笔意想不到的奖金。 或者有意向你提供一份高薪工作的机会，无论是怎样的财务好消息，这将为你的经济状况带来积极影响，让你的生活更加稳定和舒适。与此同时，职场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。生肖狗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将会得到公认和回报，也许你将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。 或者有机会参与一项备受关注的专案，这些机遇将为你的事业带来积极的发展，并增加你在工作场所的声望和地位。不仅仅是在职业生涯中，还会给你的家庭带来喜讯，也许是一个新的家庭成员的到来，让你的家庭更加充满温馨和快乐，或者是你。 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和谐，亲情更加深厚。无论是什么样的喜事，它将为你的家庭带来幸福和团结，让你与所爱的人更加亲密和快乐。在人际关系上，你也将迎来一些积极变化。或许你将结识一个有趣而友善的新朋友，或者你与老友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。 不论是工作伙伴，还是社交圈子中的人，他们将以善良和真诚的态度出现在你的生活中，给予你宝贵的帮助和支持。总之，属狗人才气一飞冲天，天降财神，横财接二连三，能够遇难成祥，大吉大利。四生肖牛，生肖属牛的朋友们，否极泰来，好运终于轮到你们了。 你们将会迎来一段财运亨通、事业有成的时期，让人羡慕不已。在财运方面，属牛的朋友们将会迎来一段非常稳定的时期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这些问题将会得到解决，你们的财运将会变得非常稳定。在事业方面， 属牛的朋友们，也将会有所进展，你们可能会迎来一些新的机会，让你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同时，你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顺利，让你们能够更加轻松的完成自己的任务。如果属牛的朋友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，努力工作，那么你们的事业将会取得更好的成绩。今天是生肖牛的人。 最有财的日子，五路财神将出动，五方财神将祝福你和你的家人。生肖牛在中国文化中有著重要的地位，代表著温和、善良和宽容。根据传说，它是在十二生肖中最先降生的动物之一，象征著勤劳和奉献。而在这个特别吉祥的日子里，生肖牛的财运也是非常旺盛的。 财运爆炸，三天秒赚百万，日进斗金，大富特富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五方财神。五方财神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五位财神，他们分别代表住东南、中、西北五个方向的财富和幸福。五方财神将到你家，为你带来财运亨通和幸福安康。 东方财神代表住财富的到来和事业的蓬勃发展，它会带来成功、财富和好运，给你带来不可思议的机会和收获。南方财神代表住蓬勃的财富和充满生机的事业，它会为你创造良机，让你的财富源源不断，事业一帆风顺。中央财神代表住丰收和幸福的生活。 他会给你带来繁荣和富裕，让你的家庭和谐幸福。西方财神代表住财富的积累和稳定的事业，他会给你带来财富的守护和持久的幸福。北方财神代表住财富的增长和财富的保护，他会为你带来长寿、安全和健康，给你的财富带来持久的保障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。 五方财神共同降临你家，给你带来财运和幸福。他们会护佑你和你的家人，让你们事业蒸蒸日上，福运连连。总的来说，属牛的朋友们将会迎来一段非常不错的时期。但是你们也需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，不要过于自信或者大意，以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失误。 祝愿你们财源滚滚，事业有成。午马生肖、马年生肖的朋友们，这次的好运绝对不能错过。你们就像开启了财运模式，四处都是赚钱的良机，只需多注意身边的小细节，就能发现致富的秘密。在工作中，你们的表现力和效率极高，常常在短时间内完成他人需周长时间。 才能完成的任务。属马人今年牛年与太岁三合，在三合太岁之局的影响之下，这一年里的运势将会逐渐提升。时来运转，开始做家里数大钱，钞票马袋装，生肖马的大运就会到来。到时候，生肖马将有五行相生之局相助，让生肖马与无火生尘土之局。 到时候，生肖马将会有横财缠身，财发不停。六猴生肖、猴年生肖的朋友们，你们的好运即将到来，你们仿佛被幸运女神亲吻过，每一步都洋溢住吉祥和平安。在财运方面，仿佛开启了作弊模式，赚钱的机会接踵而至。今天开始做家里数大钱，钞票麻袋装，整体运势上涨。 发展颇为理想，财运方面将会尤为乐观，而且早年积攒了很多人脉，未来将会畅通无阻。未来财运上佳，意外之喜连结不断，长期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。工作中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惊喜，不要感到惊讶，那个梦寐以求的职位很可能就属于你。在理财方面。 你们的判断力极为准确，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让我们把握机会，共赢美好未来。正所谓人各有命，自打人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被注定好了命运。生活中，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，而这正是生活的常态。 我们需要学会从中找到机遇，因为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刻，我们会找到最美的风景。就像十二生肖中的这六个生肖，虽然他们的早年可能并不如意，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他们始终坚韧不拔，最终在晚年迎来了他们的春天。五十岁后财运暴涨，衣食无忧，身体健康。 子女有出息，每天都很开心愉快。算命大师说，下面这四个生肖晚年过得最好，晚年没病没灾，子女非常孝顺，一生无忧不缺钱，年纪越大，日子越过越顺心。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生肖吧，你是否在其中呢？一生笑兔，一生善良，晚年开心幸福。 生肖兔的人是一个性格温柔、勤奋能干、为人低调、喜欢做好事、谦虚谨慎、一生为别人着想。年轻时很辛苦，大事小事都要操心，拼搏事业，照顾老人，培养子女。他们天生善良，有同情心，看到别人有困难，或者是遇到难处。 他们不会袖手旁观，而是尽力帮助。不管生活多难，他们也对前途充满信心，善待身边的人，夫妻恩爱，相互鼓励和支持，同心协力，共同度过难关。生肖兔是大器晚成的人，早年辛苦忙碌，中年开始事业发达，子女懂事孝顺，晚年过上了好日子。 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夫妻俩感情深厚，相互陪伴，相互依靠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生肖兔很少生气发火，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，生肖兔能够健康长寿。二生肖牛，早年辛苦，晚年幸福。生肖牛一生辛苦劳累，脚踏实地。 做事认真，有担当，有作为。生肖牛一心一意的拼搏事业，辛苦忙碌，从来不会退缩。生肖牛心态良好，即使遇到挫折或者打击失败，他们也不会灰心丧气，而是很快的走出来，不会整天凄凄切切纠缠不休。工作中，他们忘记了烦恼，工作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满足。生肖牛。 诚实做人，不欺骗人，不忽悠人，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。对感情真诚，得到了贵人的提携和帮助，身边人善待他，他也懂得感恩回报，对每一个人好，特别低调，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。生肖牛，虽然不太会表达，也不会说甜言蜜语，但是他们。 以他们的人格魅力征服别人，诚实守信，遵守诺言，低调谨慎，不去祸害别人，不背叛爱情婚姻，在事业上努力奋斗，富有正义感，同情弱者，帮助别人，不溺爱子女，退休以后终于不用这么辛苦了，子女有出息，懂得孝顺，生肖牛，老年很轻松。 很开心，很幸福，也是一个长寿的人。所有的付出获得回报。三生肖马一生奔忙不休，晚年开心幸福。生肖马的人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干劲冲天、做事果断、敢于拼搏奋斗的人。他们勤奋努力，梦想成功。年轻的时候也碰了不少壁，受到不少挫折。 事业不顺利，爱情迟迟不来。中年以后，生肖马的好运才开始来的。在他们的努力和贵人的帮助提拔下，他们提心提职，事业进入上升期，咸鱼翻身，苦尽甘来，过上了好日子，爱情也顺利，婚姻幸福。他们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，生肖马。 一生奔忙，一生辛苦，敢于负责，为人仗义，重情重义。他们有很多朋友会帮助他。生肖马也很重视子女的教育，把最好的给子女，敢于付出，子女有出息，长大成人后特别孝顺。生肖马前半生辛苦，后半生幸福。生肖马性格比较急躁，容易冲动发火。 这一点应该注意，尽量的忍耐，保持好心情，不生气，不发火。生肖马就是一个健康长寿、很开心、很幸福的老人。四生肖猪乐观豁达，一生开心幸福。很多长寿老人都是属猪的，属猪人天生具有长寿基因。生肖猪憨厚耿直，心态良好，很少生气发火。 他们没有坏心眼，为人诚实，淡泊名利，不做坏事，不去害人，不做损人利己的事，以善心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聪明能干，认真负责，天生的乐观派，心胸宽广，无忧无虑，不斤斤计较，随遇而安。不管是顺利还是挫折，都保持良好的心态。 能够接受一切，坦然淡定，不惊慌失措，不生气发怒，善待身边人，追求幸福，追求美好，注意饮食健康，不暴饮暴食，生孝诸人，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子女不用他们太过操心，夫妻感情深厚，即使争吵也很容易化解，他们心情愉快，心胸开阔。 乐观对待身边的烦恼，是吃好、睡好、玩好，不想那么多烦心事，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。 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。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